Hi guys, Lucas here, and today I'm going to make a vlog about my daily life because my friend and my family always ask me how do I cook here during the quarantine time. So today this vlog I will introduce how I choose the local ingredients in Hungary and how to make two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The first one is tomato scrambled eggs, and the second one is beef stew with potatoes. And these two dishes in China we call 番茄炒鸡蛋和土豆炖牛肉。然后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怎么在平时周末的时候，然后去匈牙利的超市购买一些食材，然后在家里自己制作两道非常传统的中国食物，然后也给大家看一看，或者说在一些其他国家隔离的一些中国同学一起展示一下我们留学生怎样去喂饱自己的。 OK, let's start.走过我10分钟左右就能到，路上还是有很多人都戴着口罩的。我们家这间是比较大的超市，所以说基本上很多的食材都可以买到。这些店都已经关门了。自从匈牙利3月底宣布了，开始宵禁以后，然后就没有说一个具体的解封的时间，所以说现在这些店基本上都是关门的。我们可以看到，街上大多数的人还是都戴了口罩的。都说这些老外的身体是铁打的，其实他们还是怕。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家最近的一个大的一个 SPA， 这是他们匈牙利当地的一个连锁的一个超市，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一个篮子，现在我们就是在超市内部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这几个星期其实都没有出现食物短缺的情况，一些蔬菜呀、水果啊都是非常齐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面包区域，它现在每一个面包都是这样包好了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说还是非常的人性化，然后也避免其他人。以前这个是称重量的，所以说每个人都能去夹，所以说现在用单独的包装包好了过后就比较安全。第一个先买土豆炖牛肉需要的，因为番茄跟鸡蛋家里都有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只买土豆炖牛肉的食材就好了。现在我们来选几个土豆。
在我来拿一瓶牛奶，可以看到匈牙利的牛奶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219福林，折换成人民币来说大概就是5块钱不到的样子，就可以喝到一个一升的牛奶。现在我们来到了卖肉的区域，然后看看今天有没有新鲜一点的牛肉，因为牛肉大家都比较喜欢吃，所以说有可能会买不到，但是没关系，家里还备了一块。需要面和 make more。Yes. Yes. Yes. Yes.正好是一斤，没有到一斤，差不多够用了吧，也是比较便宜，其实跟国内的价格差不多，710毫厘。土豆跟牛肉买好了过后，我们现在就来选一点配菜，然后需要拿一点小葱，再拿一个红的甜椒来当配色。好了，现在我们差不多买完食材，然后现在准备结账回家。将牛肉切成小的方块，土豆也切为小方块备用。准备姜、蒜当配料。再准备少许花椒与干辣椒，放入碗中。配料准备完毕，再切取一个甜椒。切小块备用。将切好的牛肉下锅焯水，开水下锅，加入少许料酒，
盛水再次烧开，可捞出。捞出牛肉备用。起锅烧油，油温烧至五成热的时候，加入刚才配好的姜、蒜、干辣椒跟花椒，下锅翻炒。这一步油温不能过高，不然干辣椒跟大蒜容易被炒糊，最好离火翻炒。炒好，炒出香味过后，加入破碎的牛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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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少许蚝油、白糖，转小火，转中火，白糖可以增鲜，再加少许蚝油。炒好过后便可以加入开水，没过牛肉两到三毫米即可。放入锅中，盖锅盖炖煮40分钟。大火烧开后，加入八角一个，山奈一个，再加入少许的生抽酱油。再关盖，转中小火继续炖煮。番茄去皮后切成小块备用，两个番茄，这也是两个番茄。然后鸡蛋两个打入碗中，加入少量盐，搅拌均匀。小葱切断，
到时候最后番茄炒鸡蛋跟炖牛肉都需要加入小葱，来煎香。So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Santa honey.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really do need. A deed. 40分钟后，捞出葱节。倒入土豆。如果这个步骤做的时候发现水不够了的话，再继续加一点水。要没过土豆，大概没过土豆差不多。开大火，继续炖煮20分钟。20分钟后加入，进行最后一次调味，加入盐、鸡精、白胡椒粉，再加入之前切好的红椒一起炖煮。汁水收浓稠后，再加一点明油翻炒几下，渐可出锅。最后再撒上少许葱花作为点缀。一盘土豆烧牛肉便做好了，下面是番茄炒鸡蛋的步骤。先把锅烧热后，加入少许底油，油烧至70-80%热的时候，就是油冒烟的时候，倒入蛋液。让蛋液再流入到锅中，再翻炒一下。鸡蛋翻炒完后，加入番茄，翻炒1-2分钟后，最后加入少许小葱。因为蛋中加入了盐，所以说我们最后又加一点，最后放入一点味精即可。
番番茄炒鸡蛋就做好了。